当我趁女友不注意，偷偷被她转点钱，然后把记录删掉，以小博大。Later， 施主，我想买条秋裤穿，冷。就买啊，你跟我说什么？没钱，你转点钱给我呗。我不要给你转钱，我也没有管你的钱，你好好说话，想跟打算打算。你别这样盯着我，我是真没钱。你说爱老婆的人就要把钱全剩这个老婆的吗？多少钱吧？啊？多少钱吧？我给你买。29.9。多少？29.9。你这是零用钱？没有，我又不敢藏私房钱，他又不爱吃早饭，我把这个月零用钱还全买了这个豆浆。真不会买啊？谢谢你啊、不用呀，爷是不是很好喝？等会儿再带几包回家喝吧。雨欣呢？哈，别管他的钱，我手机都没钱，你看嘛。Oh baby， 你们比我死心动嘛？你要说卖钱的呀？这个29块钱的秋裤都买不起。没事，买不起我就不买了，冷点就冷点吧。哪个不行啊？把钱转给那个，哎，再送给你2000，真的要多存点还是呀？哦，我不用不用，你只要不打我就行。别说话了，你说话的，有意思吗？我没有。我故意在女友闺蜜面前秀恩爱。菜菜，你渴不渴呀？啊？要不要买点什么东西喝呀？我都可以，谢谢。不用谢谢我呀，你要喝的话你自己买呗。你说什么？那你一杯，碧罗，我一杯。买不了呀！你说爱老婆的底线就是全部把钱给老婆管呀，就50块钱，老婆。不是你，我钱全给你自己买一杯。那也买不了呀。我钱都给你，为什么买不了？那你自己提。除了我，你不能给别人女人花钱，听都没有。我自己去买一杯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菜菜，你吃点这个虾呀，特别好吃。碧罗呀，是你良心发现了呀？都不是呀，因为碧罗你吃个不好的虾呀。你屁吧，我什么时候说过呀？你一起去吃。不是你这时候说过呀？你给我剥的虾好好吃啊，你不是光说话呢。来，小碧罗，虾都冷了啊，我问你。啊，你不吃了呀？那你就过去呗，我给碧罗把虾剥完了啊。哎，你刚才说的呀。挑战升级。哎，菜菜，你能帮我倒杯水不？你别过呀，你帮我把水倒了呗，我没手。我手在这儿呢。当女友让我去闺蜜家睡觉时，哇，你干嘛突然让我去你闺蜜家睡觉啊？我不去啊。刚刚不说，是害怕呀。那你说你不去怎么办嘛？也是，你说的非常有道理，那不介意吧？是我最好的闺蜜，我肯定不介意。哦，嘿嘿嘿，那菜菜她知道我要过去吗？肯定知道，你跟她说了。哈哈，哎，是这样呀，那还挺。谁开心了？我非常的愤怒，你居然把我拱手相让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只能听你的话呀。但是如果你在家一个人睡觉害怕，也可以过来找我们。我一个人？是你一个人啊？你去菜菜家睡，那菜菜肯定来我们家睡啊。合着就是我过去看房子呗？那我不去了，烦死了。谁说好了的？刚刚说好的，我去找刚刚啊。反正我不去了，我还以为。你以为什么？没有，我不去了，我不去了。你把它拿出来干什么？真的不去？不去了。那你去把卧室收拾。凭什么我收拾啊？我说你就来了。他来呀、啊！哎呀 ，S 碧罗，你爱我，我现在就是。你干嘛呀？啊？不是你让我收拾的吗？增加提琴。怎么不可以吗？我还准备喷一点香水了，再增加一点。氛围感，可以吧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能耍我，我就不能耍你了。
来炸我娘的，高情商教育。晚上我不在家吃饭了，还。不是你穿成这个，你去哪儿啊？你还不在家里面吃饭？同学聚会啊，你急什么？不行，你去给我换了一身，然后再出去，快点。我这还多呀，这小区就冷了，多了噻。你回来是要穿的少点噻？不，我还在这儿呢嘛。哪个了嘛？她穿的漂亮点嘛，给你长脸噻。听到没有？这不是我妈说的哈。我妈，我需要她长什么脸呀？啊？这是啥意思啊？我等会我跟你一起去啊，你放心，我肯定在外面等你。你在外面白等两分钟干嘛？哎，我愿意。来来来，给你拍点香水来。可以了可以了。爸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反常啊？就是啊，你又让他拍香水，你还让他穿成这样出门。万一我遇到危险怎么办啊？我也是个女生。所以呀，我陪你去啊，我就在外面玩游戏，绝对不打扰你，好不好？保护你啊，等会儿啊。哎呀，不用，看你是个嘛，有啥危险嘛？绝对没个看你漂亮，找你搭上工作嘛。好久没看出来眼，小亮，你不就单身吗？啊！你好，我想跟你约了个相亲对象，就是上回跟你说的啊，给啊。啊，这个是我妈说的啊。哈哈，歪三圈了。你不是大晚上的要去参加工作不去的吗？我提啥？我不，你平时穿的那么好看，那不是浪费了吗？我穿给你们近看的，不浪费。我们去一起看。当我假装给女友整点科技与狠活啊，吃饭呀，愣着干啥？我不是特别饿，我还是不吃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这个表情，那些菜都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呀。愣着干啥？吃饭呀。咋了？我觉得我应该跟你道歉，昨天吵架是我不对。我没放在心上，昨天的事儿。赶紧吃吧，这个拍黄瓜等会儿凉了。你干啥呀？你不想吃我吃了啊？真的，多好吃的菜，这个也好吃啊。你能把你家的给我吃吗？这个，干啥呀？我行，我也吃。那给你啊。好吃吧？这个也好吃啊，我专门拍的。吃啊！还是，哎，我可以等一下。哎，以为这就完了？不吃我吃了啊？多香啊！我干啥呀？你不是不吃的吗？饿。好戏来了，提前准备的巧克力碗，当着他面吃。吃饭吗？你又在吃什么？再不吃来不及了呀。五分钟吧。你躺这儿干啥呀？这凉快啊，臭的慢点。